是谁要死前缘谁空等香，要是见者应有所指，要非见者应无所主，而今不知是欲所归，故有惊怖。你看这个文殊菩萨说出这话来，河南就完全不同了，这个意思完全不同了。河南呢，那不过是当理解。这个文殊菩萨说的话啊，这个理由啊就很圆满的，很充足的。说世尊，要死前缘，这个前缘呢，也就是前尘。这个前边呢，这种的因缘，色空等相，色就是物质，空就是虚空，等相这两种啊，这个相就是意象前这个相啊，也就是象征的相，象征啊，这个是就是不是一定有这个东西，是那么就做这么一个象征来讲啊，做这么个比喻。要是见者说这个色空，要是见的话应有所指，就应该呀有一个目标，所指啊就是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目的地，就有一个什么表现。若非见者，说是这个色呀和空要不是见的话，应无所主，就应该呀看不见的啊。你世尊先说这个见不是物，见不是个东西，那么以后又说见是个东西，又问哪一个东西不是见，所以这一般的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意思了啊。本来说见不是物，那么以后又问了哪一个物不是见，什么东西不是见，所以这种的道理呀啊，就被大家都迷住，大家都不懂了啊。要非见者应无所主，即应该呀没有看不见的，而今不知呀，现在呀大家也不知道这个道理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是义所归，这个义呀它的归许，这个义这个道理呀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到底是有见是没有见，到底是见是不是物，物是不是见，这个道理现在大家还没有清楚，所以他没有说自己，没有说我没清楚。若男呢说我与大众，这个文殊菩萨就没有个我，他就讲我不明白，说大众不明白，这个就比恶难高明的多。这个问答你看，这个文呢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啊，说出来的很妙的啊，故有惊怖。所以呀我们大家现在大家才惊起来了，心里也惊了，也生出一种恐怖心了啊，这以前没有注意的事情现在一注意，这个道理这么样的妙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啊。这个剑比如我看见这个灯，这个灯是剑呢，是我这个剑是这个灯是剑呢，是剑是灯呢啊，是灯是剑呢，还是剑呢就是这个灯呢啊，这个道理说不清楚的啊。你说要灯不是见，我就看不见这个灯，要灯是见，那么灯自己它不会见的，
所以呢也就是这个道理。现在啊，所以大家啊，你说他是见不是见呢？文殊菩萨怎么请问，请问佛啊，就开始这个道理。非是丑习善根清闲，唯愿如来大慈发明此诸物相，于此见经原是何物？于是于其中间无是非智，非是丑习善根清闲。这些个惊恐的原因呢，不是他以前那个善根丑习呀，就是往习和往习是一个意思，不是他以前就是前生或者前生无始以来的善根清闲呢，他善根呢清就是想就是很少的，这个善根呢很浅的，不是的。他不是因为善根浅他们大家来进步，有的人呢因为善根浅所以修道啊，有的时候常生恐惧心。那么这个应该怎么样的呢？就应该多做好事栽培你的善根，你善根呢培植深了，你自然呢就会有定力。你善根不够啊，这个定力啊也就不够。所以啊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啊栽培你自己的善根。唯愿如来，那么不是他们善根是浅薄呀才有惊恐，就因为他们对这个道理呀完全都不明白了，所以就惊恐。唯愿如来大慈发明啊，愿世尊你呀大发慈悲发明啊这种的道理，慈诸物相，这一切一切的所有的物相，于此见经和这个能见这个见经原是何物，究竟它本来是什么东西，是个什么物啊？于其中间，在这个物的中间和这空的中间和这个见经的中间，无是非是，到底是不是啊？没有是也没有个非呢，没有是也没有个不是呢啊。那这个文殊菩萨已经对这个道理啊明白了，所以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语句，不是非是。佛告文殊及诸大众，十方如来即大菩萨，于其自住三摩地中见于见缘，应所想象，自虚空花本无所有。佛告文殊，文殊即诸大众和这个在会的一切大众，说十方如来呀，即大菩萨和这一切的大菩萨，于其自住三摩地，自住三摩地就是这个定，这个定呢就是这个楞严定，楞严的大定，三摩地中见于见缘，它这个见和见呢发生一种缘，发生一种因缘，并所想象和他所想象的这种的东西如虚空花，就好像虚空里头啊那花一样，虚
虚空里本来没有花，你这眼睛花了才看见虚空里有花，如果你眼睛不花呢，虚空里没有花的。这是一个讲法。还有一个讲法啊，你要是如果开了佛眼了，你想看什么花呢，虚空里都有的，这也是虚空花啊。所以这有两个道理的啊。那个开佛眼所看见的花是不是真的呢？也不是真的，那也就是幻化出来的。不过你想啊看它就有啊。你要眼睛有毛病呢，看见虚空里也有花，会跟你看太阳看的时间久了啊，这虚空里都有了花了，这也是这个虚空花。而虚空花究竟有没有啊？没有的啊，本无所有，本来没有的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你又找个什么呢？啊，你怎么又找这个剑是个物啊，是个空啊，是个什么？找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净在呀，向外持求，跑到外边找东西。此见机缘，原是菩提妙境明体，云何于中有是非是呢？啊，佛说说这个剑呢，和这个缘，和这种剑与剑缘发生因缘，原是菩提妙境明体。就这个剑呢，就是你那个菩提心的妙境明体呀，本来那个菩提心的妙境明体，也就是那个常住真心性境明体，不过就又变一个名称叫菩提啊。这是文法上的关系和这个意思上的关系，所以变个名。原是菩提妙境明体，如何于中有是非是？你怎么说在这里头又找一个是和非是呢？和不是呢？啊，根本这是一个绝代的，绝对代的，没有可以对待的。这是绝代的啊，不是对待的。你怎么在这个里头，既然是绝代的，也没有是也没有非，你在这里找什么是非呢？这才是啊，啊，太糊涂了。文殊无尽问汝，汝汝文殊，更有文殊，是文殊啊。如文殊更有文殊，是文殊者为无文殊。我又问文殊菩萨说，我现在问你啊，文殊，如今问汝啊，我现在问你什么呢？如汝文殊，就像你这个文殊，如汝文殊，就像你这个文殊，更有文殊，还有另外一个文殊，嗯，更有文殊，啊，更有文殊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文殊吗？啊，是文殊者，未无文殊，啊，更说这个是文殊，这个叫是文殊，还有就是文殊就是呢，还有是文殊，啊，未无文殊，还是没有文殊呢？啊，你讲了，这是佛问文殊菩萨，看看文殊菩萨怎么样答啊？我们要学文殊菩萨这个问答，不要学恶难那个问答，恶难那个问答太笨了。不是世尊，我真文殊，无是文殊，啊，无是文殊，何以故？若有是者，在二文殊。然我今日非无文殊，狱中实无是非二相。这个文殊菩萨回答世尊了，是吧？入世世尊，是吧？是像佛你这么样讲的，没有一个是文殊和非文殊啊，
没有个是，没有也没有个非。啊，我真文殊啊，我就是个真文殊，没有个是，没有个不是。啊，我真文殊，无是文殊，更没有在我以外还有一个这个是个文殊，这个是文殊没有的。啊，我就是一个，我就是文殊嘛，文殊也没有是文殊，也没有非文殊。何以故呢？怎么说没有是文殊呢？啊，要说这个是文殊，那哪一个不是文殊呢？啊，有两个文殊才可以的。所以呢，何以故呢？什么道理？要有是者，在二文殊；要有一个是，就有一个不是，那就变成两个文殊了。然我今日啊。然啊，可是啊，我现在今天呢，非无文殊，并不是没有文殊，有文殊，但是可没有个是文殊啊。你俩有文殊，这个没有个是文殊，于中实无是非二相啊。所以，在我这个文殊一个人身上来讲啊，这没有个是。和个非两种相啊，所以呀、啊、嗯，佛说我有个是文殊，有个不是文殊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令大家大众也都明白呀、啊、这个见也没有个是见，也没有个非见。这个见是常住的，见就是见，并没有说是物啊是见啊，空是见的，没有这么些个讲。这个就是这个见，就是菩提妙妙境明体，就是这个菩提心的妙境明体。所以啊，没有一个是非在这个上可以建立的，不能在这个上啊说出有个是非来。若言此见妙明于诸空尘以何若是？这越讲啊，这个经开的就越广了。不但见是菩提妙明的本体，就算这个空和尘一复入时，也都像这个见是一个样的。佛言，佛说了，此见这个见的妙明啊，于诸空尘一复入世，都像这个见这样的妙，没有个是，没有个非，没有个物是见，空是见呢，这个见啊，所以现在啊，开出这个空尘。空尘已一复入世，那么后边呢讲这个四大地水火风，这是如来藏的，如来藏中的妙真无性啊，所以这个经越讲越妙，越讲就越不明白。那说我不明白，我不学了，你不学，你永远都不明白，你永远都不开智慧。你现在学了啊，就现在就开智慧了。能知道的这个佛的道理呀、啊，奥妙是无穷的，所以呀、啊，这楞严经是太好了。你说本是妙明无上菩提，净圆真心，王位塞空，即于文间。阿嬷，这一切一切都是。本是妙明啊，本来就是微妙而光明的无上菩提呀、啊，没有再比这个菩提再高尚的了，没有再比这个角道最高尚的了。其净圆真心，这个又清净而圆满，这种真心啊，这个真心。王威塞空，嗯，原件。本来这个本体呀、啊，
是净缘真心呐、啊。可是生了一念的妄尘呐、啊，就为这个色和空、物啊和空所转了，为物所转。昨天不讲，让我们转物即同如来吗？因为有这一种妄想啊，就被这个色空、这个物和这空所转了。基于文见和这个文性和这个见性都不明白了，都不明白了。为什么不明白的呢？就因为啊，生出一个妄念的，所以这一念错就是念念错了。中国有这么一句俗话，说是啊，智因一着错，输了满盘棋。啊，这个下棋的人呢，和人下棋，怎么样输的呢？就因为走一步走错了，走一步走错了，所以这个全盘棋都输了，都输了。这也就因为一念错，所以呀、啊。就愿妄为真了，拿这一些个假的东西都当真的了。入第二曰，虽为是曰，又虽非曰，文殊但一，文殊但一曰真，中间自无，是曰非曰。入第二月，就好像你这个本来是一个月，你看成眼睛有毛病，而啊，你看成两个月，虽为是月，这两个月你说哪一个是月？又虽为非月，又虽非月，哪一个月又是不是月呢？啊，文殊当一月真，文殊，你要知道啊。这仅仅就是一个月是个真月呀，中间自无是月非月，那个中间呢没有一个是月和非月啊，你要有一个是非，那成了一个对待法了，现在是绝对的，这个菩提本性呢是没有对待的。是以如今观见于尘种种发明，名为妄想，不能于中出世非是，是以因为这个，所以呀、啊，如今呢、啊，你们现在观见于尘，你看这个见和这个物啊，你观这个见，你观看观察观察你这个见和这个物，这个尘呢就是物。种种发明啊，种种不是一样，种种发明，为妄想，名为妄想。你发明啊出来种种的这种形象啊，这都叫妄想，由你这个妄想所现，不能于中出世非是，你不能啊在这里头。空里头你也不能找说这个是个空，这不是空，那空就是空嘛，怎么还有是空非空？这个物也不能说这个是物非物，也没有的啊，就是个物，这就是它的本名嘛，你怎么能说这个是物非物啊？这个见也是这样子，你说这个也不能说这个见是个物或者是个空，或者这个见呢是见非见，这都不可以的，不能出，在这个里边呢，你都找不出来一个是一个非了。由是真经妙角命性，故能令汝出止非止。因为从这个里边呢。由是真经，这种真正的这个见经啊，妙角明性啊，这是一个妙角的明性，微妙不可思议的明性。
故能令汝啊出职非职，所以呀、啊、能叫你啊，所以才能叫你出职出啊，你有所指示，但是你又不能成立这个你所指的，你所呀认为的这个道理啊，你觉得是对，但是又不对，所以你以前啊，你说这个剑是个物，以后你又说剑不是物。那么究竟是物不是物呢？没有这些个是和非的分别，所以你现在能出指非指，你所指出来的可是啊，完全是错误的，根本就不能指的啊，出指非指，你不能指的，就是现在第一卷的第一本的讲，讲三个多礼拜了。以后还有四本，但要我预备两个礼拜讲一本，快一点。恶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诚如法王所说，皎远遍十方界，湛然常住。”幸福的强烈，若难听见释迦牟尼佛所说这个指非所指。咱们现在他又对佛讲了，说世尊，若难白佛言，世尊，诚如法王所说，皎远遍十方界，湛然常住，性根生灭。说呀，世尊呐、啊，诚然像法王所说这个道理，所说什么道理呢？皎远遍十方界，这种的皎了。这种的因缘遍十方界，十方界都遍满了，湛然常住，湛然呢就是常住那个样子，湛然是一种清寂的，也就是湛，清湛。怎么叫湛呢？好像这一碗水很浑的，这不叫湛。等那个尘沙落到底了，这一看就看到底，这叫湛，这叫湛然常住，性非生灭。这个很清净的这种的湛然常住的样子，性非生灭。这个皎圆这种性也是不生不灭的，不没有生灭的。可是于仙凡智娑毗迦罗所说明地及头回等诸外道中，说有真我遍满十方，有何区别？那个于仙凡智，仙就是和以前，仙就是先前的。怎么叫凡智呢？他说啊，他是大梵天下来的天人，天人生出来的啊，他将来呀也升到大梵天，升到这个梵天去。梵天怎么叫凡呢？凡就是一种清净的样子，清净叫凡。还说大梵天呢，这个大梵清净天上啊生的这个天人，然后他的志愿呢还要升到那天上去。他说将来呀、啊、俺们这种呢人呢、啊、都回到大梵天上去，回到那个梵天去，
所以这叫反智。梭毗迦罗，梭毗迦罗在前面呢讲过，我相信呢没有人记得了，所以我也不需要再问你们是怎么样翻译了。这个翻译啊，就是叫黄法外道，黄法那个摩登切女记得吗？摩登切女他的用就是梭毗迦罗仙梵天咒吗？就是这种梵志，也和那个摩登切女那个妈妈是一样的，这个外道也是这种外道啊。梭梭檀明帝和那个这黄法外道他们所讲的那个明帝，明帝在前面也已经讲了啊，他什么也不知道了。那个时候到那个冥顽不灵的境界上，冥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。你说他喝醉酒了也不是喝醉酒，你说他是吃了迷魂药也不是吃了迷魂药，就是啊什么也不知道了啊，就什么也不知道，那就叫明帝。即头灰等，怎么叫头灰呢？印度有一种苦恨外道，他啊是过那种天体的生活，天然的生活，他身上啊也不穿什么多的衣服啊，就常常啊不想身上干净，就啊躺到那灰里头啊，把这灰沾的这个全身都是灰，这叫头灰外道。又有一种外道啊，睡钉床，这个床上啊他钉一些个钉子，他就睡那个钉子啊上边，这个钉子也扎不烂他肉，他的皮肉也扎不烂啊。他说这是金刚不坏身，这叫金刚不坏身。你说真是骗人不骗人啊。还有一种啊外道，就修无意的苦恨啊，好像啊他不吃饭，专门呢吃这个树叶吃草啊，这都是这无意的外道的苦恨。这个头灰外道，头灰等啊也是外道之一。诸外道种，这所有的这一切的外道的种类，外道的种子啊，说有真我。这个外道啊，他说有个真我，有个大我，有个小我啊，这是外道的三我。说有个我大我，有个小我，又有个真我。他这个真我是什么样呢？他说这个真我呀是遍满十方的啊，他这个真我是遍满十方的。而若兰就问如来呀，说你说这个角缘也是遍十方界，那和他所说这个真我遍十方界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啊，有何差别呀？有什么分别呢？啊，这个今天果配不要翻译了，由他们翻了。世尊已曾于楞伽山为大会等敷衍四一，彼外道等常说自然，我说因缘非彼境界。所有的这些个外道啊，修这无意的苦恨，他们所得的这个果一点用都没有，这叫无意苦恨。
好像那个睡钉床的钉子扎不坏它的皮肉，这个也没有什么出奇的。你像那个猪皮也差不离的这个钉子，也扎不透它。那么那个猪也有了道了，那牛皮钉子也扎不烂啊，那么那个牛也有了道了，这不是的。所以呀、啊、这是无意的苦恨，没有用的。你不要误认的说，哦，我方才说是拿着它，他自己以为他的身体呀、啊、是金刚不坏身了，实际上是假的。这个就好像猪皮牛皮一样的嘛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。他天天练这种的法，所以就会有这种的成果，就会有这种的本事，这不算一回什么功夫，也不算是有道的。恶难就说呀，说世尊，一蹭与楞伽山，这个蹬字读蹭啊，蹭啊就是曾经过，曾经一曾啊，也以前呢、啊、也曾经啊在这个楞伽山为大会的，这个大会啊是个大会菩萨，说楞伽经啊，这个大会菩萨是个当机众，就好像这个楞严经啊，这个恶难尊者他是个当机众，一个样的。恶难尊者啊是个当机，在楞伽经上呢，大会菩萨是个当机，等不单大会菩萨自己，而且还有很多的菩萨出言示意啊，啊也俯开俯而演演扬啊，这个道理演扬啊，其实啊好像演说似的，这演扬四意，说这个说这个道理，什么道理呢？比外道等啊，比是吧，当时这些个外道的等常说自然的，常常啊他讲这个自然的道理。自然什么叫自然呢？自然呢是不加造作，他说什么事情啊他自己就是这个样子，他自己就是这个样子。怎么他这样说？他说啊，水开河海堆山药，他说这个河啊最初是谁开的，这个海是谁开出来的，你找不出来开海这个人，也找不出来这开河这个人。中国虽然有禹王治水，禹出九河啊、开的河啊，这中国，但印度当时啊大要还没有这种的人才，所以他就说水开河海堆山药，这个山是谁堆起来的，这个山呢、啊、山是谁用土堆起来的呢，啊那个山峰是谁造的呢，啊怎么它就会那么高呢，它这都谁做的，哦这自然成的，自然就成，有这么个河，自然就有这么个海，自然就有这么个山啊。虽胚荆棘化兽禽，他说谁啊，你长这个山上这个荆棘啊，最初那么这个禽兽又是谁做出来的，这都自然生出来的，这个荆棘呀、啊、都自然生出来的啊。他说一切一切都没有生，没有人呢帮助他，都是自己生出来的，是故我说为自然，因为这个所以我这个外道啊，他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有的，自然生出来的，那么这叫自然。我说因缘，这个我呀是佛恶难呢代佛说的，这个我本来是佛
那么但是在这儿呢，这是由恶难的口气啊，由恶难的口里边呢再转说出来，说我说因缘，佛你也说过，说你说这个因缘法啊，非彼境界和这个外道那个自然呢是不同的，所以呀、啊，我看现在你说这个道理呀、啊，和这个外道这个道理呀、啊，都好像一样嘛，没有什么分别。你也说这个角缘遍十方界，外道那个真我也说是遍十方界，那这不是一样吗？啊，不过辨辨明而已嘛。你那个角缘大爷也就是真我，他那个真我大爷也就是角缘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那么佛，你说你说因缘，什么叫因？什么叫缘？我常常讲啊，这个因，种子为因啊，生长，这就有缘。种子，咱们种到地下的一个种子，这就是因了。缘是外边的助缘，外边什么助缘呢？好像这个泥土水分太阳光这种种呢，这叫助缘，帮助它生出来的，这叫因缘。那么佛你说一切都是因缘，那么这个因缘就破它外道这个自然法，自然和它这个自然是不同，可是你这个角缘和这个真我都是变十方界，这十方界都是这么多啊，你也变十方，他也变十方，变十方和变十方大概都是一样的。我今观此侥幸自然，非生非灭，离远一切虚妄颠倒，是非因缘与彼自然，云何开示？不入群邪，怀真实心，妙觉明心。恶难呢、啊、说完了，说佛你说这个因缘法来破这个外道的自然的境界，你说你这个因缘和他那个自然的境界不同，所以呀、啊、就破他这个外道的自然这种的理论。我今观此啊，我现在在仔细观察，侥幸自然呢、啊，你所世尊所说这个侥幸啊，就是个自然的嘛，非生非灭，也不生也不灭，这不就是自然吗？啊，离远一切虚妄颠倒，离开这一切的虚妄相和这个颠倒的这种的心，是非因缘与彼自然，又好像啊，不像这个因缘，又和这个自然也有多少不同的，但是啊，又好像一样似的，啊，这就是似是而非，似是而非的这个样子，云何开始？佛你怎么样开始我才能不入群邪，不跟着这个外道那个理论去呢，不随着这个外道的理论才能不入这个群邪，群邪就是外道，不入群邪就是不随着那个外道所转，就是啊，不信他们那个外道的理论，怀真实心，才能得到啊这个真实的我心，妙觉明性。这个妙觉的这个明性呢，
啊，请佛慈悲开示。佛告恶难，我今入室开示方便，真是告汝，不由为吾回味自然。这时候呢，佛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大要佛虽然没有火，眉头也皱起来，这个眉头这么样皱起来。为什么这么皱起来呢？啊，这个徒弟，这个小弟弟，哎，真是太糊涂了。佛告恶难呐，佛说恶难呐，我今入室，我现在这样的讲，给你左讲一次，右讲一次，给你讲了七八次，到现在，十番显见，现在显已经到了七八九分了。那么你还是不懂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？我今入室开示方便，我用这个全巧方便法门，而啊，这个方便就不是实在的，就是随观机斗教啊，因人说法，我佛看见他应该用什么道理来开示他，就用一个全巧方便，很巧妙的，很巧妙的，很方便的这么一个法来给他说，好像前面的种种的比喻，种种的显示这个见呢、啊，来问他这个心呢、啊，这都是方便法门啊，真实啊，我又用这个真实的法门来告诉你，汝又为吾啊，佛说这一句话，这很不满意恶难了，汝又为吾，你还不悟，你还不懂，我给你讲这么多话了，讲这么多道理，你也不听，你也简直的你一点都没懂，一点都没明白，汝又为吾，回味自然，你还把我所讲的道理啊，和他外道这种自然来比较，你说你这跑太错了啊！我所说这个法，你怎么可以和外道那自然的理论去比呢？啊、根本不是一样的嘛。嗯，所以恶难因为啊，他用佛的道理来比外道自然的法啊，佛啊很不满意他，所以啊现在就啊汝犹未悟，你看也不懂啊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我给你讲这么多道理你还不懂，你真是啊，怎么完了也讲不出个什么来啊，回味自然的，你还一会这和自然外道那个自然的理论是一样的。嗯，恶难，要必自然，自取真名，有自然体。恶难呢、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说我所讲这个法和外道那个自然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我现在问你，恶难，要必自然呢、啊？你一定说我讲这个道理也和那个自然外道是一样的吗？现在啊，我问你，自取真别。现在呀、啊，咱们要真明啊，真别明白，真别呀，也就是分别的意思啊，分别的意思，也就分析明白了。所以叫甄别甄明，要甄别明白，有自然体。这个外道所讲的自然呢，它有自然体，譬如他讲说这河谁开的呢，那河是自然有的，那它还有个河。海是谁开的啊，他说这海是自然有的，那还有个海呀，
这海就是那个自然的本体，它还有个体啊。说那个山是谁堆的？自然生成的，没有人可以叫它生个山，它自然生出来的山。那么还有个山的体呀，这山的体就是那个自然的体。那么你说我现在我所讲的法，你说是和自然是一样的，应该有个自然的体呀，我这个法的自然体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你说了，如切观此，我你还要不明白，我再给你讲一讲，再讲这个一个道理啊，你听听，如切观此妙明见中，以何为字？此见微服以明为字，以暗为字，以空为字，以塞为字啊！佛又设出来一种的理论，又要给他显示啊，这个离一切的情见，如切观此啊！你现在在。用心来看一看，这个妙明见中，在你这个妙明的这种小圆的见中啊，以何为字？什么是你这个见的本体？什么是你见的本体？啊，你说见是自然吗？自然它要有个体，什么是见的本体？你讲。啊，此见微服以明为字，这个见是从以这个明做它自然的本体呀，还是以暗为字，以这个黑暗做这个见的自己的体呢，自然的体呢，是以空作为这个见的自然的本体呢，还是以塞做这个剑的自然本体呢？你讲吧。现在又问恶难的，恶难呢？下面又给下回分解了。恶难，要明为字，应不见暗；要服以空为字，体者应不见塞。入世乃至诸万等相，以为字者，在于明时见性断灭，云何见明？佛又往深了一层啊，向恶难解释，说恶难呐、啊，假设你要以这个明为这个自然的本体的话，为自然的一个体，应不见暗。他要是明是他的本体，就不应该看见暗，有暗的时候这明就应该断灭，应该没有了，所以呀、啊、不应该见暗啊。他仅仅是明是他的本体吗？那么你暗他怎么又可以看见呢？所以要服以空为字体者，要是啊以这个空做你见性的自己的那个自然的本体的话，应不见散，那个散不同的地方就不应该看见。为什么呢？你这空是它的字体，你见散的时候它就没有了，它不空它就没有它的字体了。所以啊，入世乃至诸万等相，由这个乃至，由这个道理乃至种种的道理，诸万一切的暗等相，它的相相貌，以为自者，以这个黑暗做他自己的本体的话，在于明时啊，既然暗是他的自己那个自然的本体，你那个剑本自然的本体啊，剑性断灭呀、啊，
那么暗是你那个自然的本体，你那个见暗是你说那个自然的本体啊，见性断灭，云何见明？你暗是它的字体，你一有明，它那个见性就断灭了。那么你又怎么可以借看见明呢？啊，所以这你说明这个暗是它的本体，也是不错误的。若难言，弟子妙见。性非自然，我今发明，是因缘生，心有未明，知觉如来是意云何？何因缘性？啊，这个恶男呢？你说，啊，他说以前呢，他说是不是因缘，现在他又说是因缘了。恶男也会来两头啊，这么跑了。恶男言，恶男说了，弟子妙见，必定啊，佛你的意思，必定这个妙见呢，啊，什么都看得见，这是一个微妙的见经。性非自然，它的性啊不是自然的，因为它没有一个体，没有个自然体。我今发明了，现在我又啊有我这个，他现在不说思维了，他说发明了啊，我今发明，我现在啊发明出来啊，这个道理是因缘生，这个见呢是由因缘生出来的，由因缘生出来的。心有未明啊，可是我以为是因缘心生，但是又好像不合理似的，所以没有这么个理由，没有这么个道理。心有未悟，我想是这样想，但是我心里啊还没确实明白，心有未明啊，咨询如来啊，所以我现在啊向如来来咨询，咨询就是问，请问咨询汝来，请问呢，世尊，是意云何？这个意，这个道理，这个意义是怎么样解释呢？我虽然我觉得它是因缘生，但是我还不明白。你说他不明白，就应给问上戴帽子，把这个因缘的帽子，我问这个建成戴。和因缘性才怎么样子能和与这个因缘的性才能相合呢？啊，请佛你给我讲一讲了。你啊，也不是佛说这是因缘性，他自己说的，他自己又不明白，又要佛来给讲。你佛真是大慈大悲呀！要是啊，这简直就是不讲道理嘛，你自己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又说是这样子，又说是因缘，你不明白，不明白又叫旁人给讲。哎呀，这恶男呢啊，遇到这么样一个人，是真应该头痛的。